Hello, 大家好 ，Mr. Diamond Show， 今日会为大家讲咧就系 S1 嘅 Fifth Classroom Exercise 13B 数据的组织 Part 5。好啦，咁啊嚟到计计数三啦，我哋试一试审题啦。以下数据为30名顾客在某餐厅轮候座位的时间，准确至最接近的分钟。好啦，咁我哋咧未做嗰個數嘅動作之前咧，數嘢動作之前咧，我不如睇下到底 total 有幾多粒數據咯喎？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哦，佢有十個一行，有三行 ，total 咧就有30粒數據嘅。咁所以咧，你可以咧即係寫定30喺度就得啦。好啦，跟住咧，跟住你就負責數嘢咯，數啲數據咯喎。咁 Mr. So 咧就希望你 post right面咧，因為我教咗你數嘢嘅方法噶啦。咁希望你可以學以致用啦。好，咁第一個表咧，你都見到我啦。我會分別用咧第一組嘅數據，譬如紫色嗰啲，用三角形去處理咗佢啦，去數佢啦。跟住之後，第二組用圓形咧，就八個啦。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咁就第三組我就用長方形啦，一、二、三。啊！冇咁數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OK， 第三組搞掂喎。第四組我用交叉啦，咁啊一路數過去先啦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。OK， 跟住最尾嗰組乜都唔做啦，乜都唔做咧，就有幾粒數據咧，就係有41啲一粒啦。43啲啦，同埋45，咁夾埋咧就會係有3粒嘅。OK， 咁樣你睇到今次我哋有兩個表嘅喎，就除咗表一之外咧，就有表二喎。表二咧，我哋都係數嘅，不過分組嘅方法唔同嘅，咁睇下發生啲乜嘢事咯喎。咁啊，如果1至15咧，咁你小心啲，因為咧我哋已經用咗啲就係數據啦嘛，所以 mark 嗰陣時候咧，你唯有喺外邊咧。就再做多重手續嘅啦，即係點樣咧？即係諗一個方法啦，用另一種 mark 法嘅啦。咁就我咧就會用tick 好啦 ，tick 好睇下先啦。我會用 tick 啦，跟住實心點啦，跟住咧就用。間線的方法咧，分翻三組嘅，咁你睇下 Mr. Su 點做啦。一至十五啊，一至十五就第十五呢個 tick 一 tick 啦。跟住之後仲有冇啊？有喎。好啦，一至十五一路抄緊。咁我咧就 tick 咗係五個嘅，咁我數多次係咪五個先啦？就一啦。二啦，三啦，四啦，咦？第五個喺邊度咧？係咪剔漏咗咧？有冇人幫我揾到第五個漏咗喺邊度啊？咦？咁慢嘅，我揾到啦，喺九嗰度啊。好啦，咁就五個，咁啊1、2、3、1、2、3、4、5，寫翻五個。OK， 跟住我用點點啦，不過轉顏色筆可能好啲啊。首先咧就用點點，咁就由16開始數嘅。咁你可以 post 畫面自己再數，跟住翻嚟對答案噶啦。咁好多謝大家嘅嘗試啦。我哋一齊嗱，我今次咧就將16同埋30咧，仲有一個點點喺隔離，咁我數下有幾多粒咯喎？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，咁就15個喎。OK， 咁就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咁就數到有15個啦。好啦，跟住剩翻低咧，我都講咗啦。剩翻低我哋可以間線啦。不過而家諗下，咦唔係喎，喂得3組喎，連間線我都可以慳翻喎。咁我哋梗係懶得就懶噶啦，間線都唔用啊。咁剩翻低冇嗰啲就係咯。咁睇下有冇邊啲係冇嘅，啲度有冇啲係冇嘅。咁我試下攞住冇。有冇啲冇嘅咧？有喎，一粒冇嘅。跟住之後再落啦，兩粒冇，三粒、四粒、五粒、六粒、七粒、八粒、九粒、
咦，數漏咗添，再數過。唉，唔好啦，數漏咗都係間線穩陣啲啊。線啊，乜都冇嘅，間一條長線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好啦，終於都數完啦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十。咁如果我哋冇計錯數嘅話咧，應該兩邊都係三十嘅。咁而家當然係啦，兩邊都三十啦。因為五加十五就係二十，二十加十當然係三十啦。OK， 咁你見到啦，頭先我數咧都會有機會數錯嘅。咁所以有陣時咧，如果幅圖咧我哋圈得太多 marking 咧會亂嘅，但唔 mark 數咧就更加危險噶。咁大家有取捨噶啦。好，咁啊呢一個組織數據或者佢數據的組織咧嚟到 part 5都完噶啦。咁好多謝大家啦。咁啊～多謝大家，我哋完啦，拜拜。